作战时，我们的能量稳定度只有67.4%，这也是我们吃亏的地方。必须尽快找出原因才行。神机手，分析出结果了吗？再不能速战速决，我宇宙第一可不接受。面对强大的对手，当前再度升级是最要紧的事。对呀，神机手，与其浪费时间发明那些没用的东西，不如想出个办法能让我们持续升级。哼，你说的倒容易。还有，我的发明才不是没用的东西。目前进化的牵涉面非常复杂，已知的变数包括基因石还有预能量的消长。根据黑洞树定理分析，不同的组成排列高达28000多种，再加上变异数值。哎呀，听不懂了。总之找个办法能让我变强就对了。这个也许对过往的每次升级进行分析会有新发现呢。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，但数据庞大又复杂。最初我们之所以能变形，多亏了老爸的改造。记得第一次见到普利士变形，实在太帅了，把我都惊呆了。还行还行，我秩序守护者普利士也只是普通帅而已。启动扫描程序，锁定变形机体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启动扫描程序，锁定变形机体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秩序守护者普利士，爆速执行者霹雳炮，撤！你们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我的厉害了。我来地球的那天，那才叫帅啊。你来地球的那天就是麻烦的开始。当初我只选择了特定的几名战士并改造了他们。浩肯星一直想逼我交出改造技术，但我始终无法信任他们。起初变形都还在可控范围内，首先是基因石意外地强化了我们的能量，我感觉到一种力量。我觉得力量变大了。这就是基因石的力量。很好。但是基因石影响了虫王，他的力量也变强了。就一口气除掉你们。你们只是假装正义之士。什么？你。我一定要打败你。但也因为基因石促成了我们第一次的二合体。对对，我还记得呢，武装力士和武装神机合力击退了虫王，太厉害了。就是那时候开始我勉勉强强跟你合体了。这那真是谢谢你啊。就是那次的合体才让我们警觉到变形的发生不但与基因石有关，更与我们的精神力有关。艾诚，我不能就这么倒下。计算完成，吸入合成新的能量，我感受到能量在上升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聚合武装力士，聚合武装神机，好强的力量！
正是我们彼此间的羁绊和牢固的友谊，不断地在激发着我们的能力，促使着一次次的进化。虽然已经证实精神力与变形的关联，但集体不稳定的现象仍持续存在，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。对，还记得后来的超越斗神和重战武神，最初的合体也很不稳定。粉碎流星，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超越斗神，重战武神，超级普尔达。我们动作得快，能量就要到达极限了。重战武神，我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。当时真是千钧一发，幸运的是普尔达的合体技术在那时候也尚未成熟。不行，合体技术还不成熟，再硬撑下去杰塔会承受不住的。甚至在不久之前，不稳定情况也持续的发生，导致战况更难以捉摸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鸡蛋的味道？难道是时空兽搞鬼？大家来吃点点心休息一下吧。好耶，谢谢梦梦。原来这是臭味来源。梦梦的料理可以直接打败时空兽。要不是我天天给你们准备营养又好吃的食物，我看你们连升级合体都有问题。哼！哎，既然说到了合体，就非得提到超酷的超变战神了。耶！变形联盟超变合体。我们第一次的合体虽有基因石的力量，但如果没有精神力触发，恐怕也难成。基因融合启动，计算完成，基因融合成功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聚合超变战神。超星普尔达，超变战神，想消灭我，那你们可要先问问他们。想不到我们会变成同盟。我一直坚信，只要我们心存正义，终有一天都会站在一起的。快合体成超变战神！超变战神和更进化的月空超变战神，不但帮助我们击退了虫族，也几次赢得了与浩肯星之间的斗争。我们变形联盟一次次的守护了地球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就算无法破解升级密码，我们也不会认输的。认输？哼，问宇宙第一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认输这两个字。放心吧，我神机手，破解升级密码的可能性高达89.7%。对，只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就能赢得胜利。变形联盟，正义出击！啊，很好，看来得再熬个汤给你们补补。现在先把点心吃了。海城，刚刚是不是说探测到时空兽出现了？啊？没有吧，海城手表都没有响。对对对，刚才是收到警报了，我手表调静音而已，我们先出动了，姐姐。